我最近看到一个抖音啊，对，是一台大鱼，对，然后一个肌肉棒子开，从里面滚出来的吗？对对对，他开大牛过来很帅哦，然后我们打开之后，他又滚了出来。啊！帮我做直播，拿着照我。师傅确定要开吗？确定要开吗？开啊，开！直播直播。开始，照我。照我。啊！那这是怒啦，看是告那会骚扰那个。啊！靠我，靠我！我不会，我不会笑。我中了两枪。希望大家，如果这次我不幸死的话，请大家一定要传承我的精神，一定要传承我的精神。啊！这两边。啊！对，这两边。请大家照顾我的老婆跟小孩，拜托大家了，拜托大家了。还有我的妈妈。拜托大家。啊！大腿，大腿一枪。阿善，你每次开台都要装得好像很尊敬观众的样子，很累吧？超负荷，我只有跟超负荷说，超负荷啊，我干你娘老鸡掰嘞！我塞你娘老鸡掰，一毛钱我都没给他。超富货也是很用力的，很用力。虽然那台没有像以前那么多，但是他还是很用力的。调侃我，你在拿我中枪的事情调侃我，每天都拿我三枪来开玩笑。消费馆长，靠腰，消费那一定有他。我当然都是有好好消费的啦，靠腰，当然有啊。垃圾音啊啦，人调钱你来讲消遣，我干你娘老鸡掰嘞，我塞你娘老鸡掰。